影 Highlight 撩妹，一句话让4200台粉暴动。Highlight 台北演唱会，突记者林百年社。2018年3月11日，南韩男团 Highlight 今11日晚间7:30在南港展览馆开唱，五位成员暌违6个月再度登台，惊喜准备26首歌曲与粉丝同欢。要谢今年2月推出白迷你专辑成绩亮眼，他就提到创作过程是希望能让生活感到困苦的人们得到慰藉。冬云也说道，他的数位单曲是首次在台飙高音，唱完心情特别愉快。要谢分享第二张迷你专辑中的安慰，说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有时候会遇到痛苦的事，不是都会想得到安慰吗？我为了安慰大家的心情亲自写了词，希望大家觉得辛苦的时候能透过我的歌提起精神。而轮到冬云 solo 表演 The Alchemist，他飙起海豚高音，实力惊艳全场。他也说，今天这首歌在台湾粉丝面前飙得很高，心情真的很好。Highlight 台北演唱会，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3月11日。台湾粉丝今天应援手幅印住我的宇宙 Highlight， 启光看到后最甜回应：“你们是我们的银河，感谢大家以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带来惊喜。”惹得满场激动尖叫，结果窦君突然 Q 冬云，问他去年不是有透露2018年新计划，吓得他不知所措，傻回就是上次说的那样啊，随后立刻喊下一页拉，只提自己，才发现他台词全忘光，意外插曲惹得粉丝笑开怀。而翻译老师美帮成员翻译亨俊就学一次的桥段，同样也让大家笑不停。Highlight 把热门夯曲 Good Luck Fiction It's a Beautiful Night PLZ Don't Be Sad Can You Feel It Beautiful 等全放最后表演，成员也在安可时下台与粉丝互动，让演唱会尾声气氛嗨到最高点。他们今晚演唱会共演唱26首歌曲，4200名粉丝购票支持，进账1800万台币，将于明天离台，班机不公开。Highlight 台北演唱会，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3月11日。Highlight 台北演唱会。
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3月11日。Highlight 台北演唱会。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3月11日。Highlight 台北演唱会。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3月11日。Highlight 台北演唱会。图记者林百年社，2018年3月11日。